Hello，完了，有点深了。晚上好，我刚忘记拿那个了，忘记拿手机下去。我刚去上了一节他们的化妆课，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打了那个阴影，然后又打了一层，所以就显得很有点厚了。但是我还没改呢。哎，我的，等一下，我拿个手机。哦，在这里。这不是刚画，这是他今天教修容，然后我就学习了一下。眼妆还是我自己画的。这个鼻影确实是不一样，好漂亮，是吧？这衣服老好看了。我就是虽然这玩意儿跟我的 PV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但是我还是想要。谢谢二哥的高级马卡龙，我知道我今天一定是太好看了，所以你就那什么了。祝你每天都能看到刘海板珠。谢谢悠悠的秋天的奶茶，没，但确实这个鼻影有点重了，我去弄回去一点。我去给他。往回弄一弄，是有点重了。谢谢小超的巧克力，太好看了。好久不当甜妹了，其实好像也还不错，其实也是还是很好看的。知道，I know，用粉粉盖盖吧，甜妹最好看。但那个剧场的光就不适合当甜妹了呀。哎，我的心太老了。等一下，哎呦，我拽到我的衣服了，应该没坏吧？没坏，很好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我讨厌这个世界了，我要宠妃全世界。中分，对啊，中分也可以填的。你超期待柳油为什么呀？谢谢小超的巧克力，又送了一个巧克力。谢谢你，谢谢布洛特亨德尔的高级马卡龙，真的好甜。谢谢你，祝你。点外卖不要点到翻车的外卖，比如我刚刚点了好辣呀，救命！我再也不相信辣度了。谢谢悠悠的两朵玫瑰花，这个梗我也会，这梗我一开始就用在我的房间上了，怎么能说也会呢？我用的老早了，我点的中辣，好辣！我决定上来煮个汤圆吃。创飞全击，我老早就在用了。我好早就在用这个梗了，我是王明磊的坚实粉丝，他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用了。谢谢 Pion 的大粉，你怎么又充？不是说昨天都送完了吗？怎么今天又充钱了？祝你有用不完的钱，谢谢你的大粉蛾子。天，哇！我今天哇哦！哇哦！谢谢失眠小狗的夜蝶，怎么了？你们今天怎么了？哈哈，好甜呀！谢谢失眠小狗，祝你有好吃的汤，祝你也有好吃的汤圆吃。谁在看我？因为大家都喜欢甜，屁嘞！我甜妹的时候都没有人 care 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甜妹已经很久没有人 care 我了，后来我才慢慢转的，更冲，好甜呀！原来甜妹的粉丝也是甜粉呀，不要错觉。我的线在这里，我要煮汤圆吃。你们等我去接个水，让我辣一下。我也可以辣，我辣过了。等我接个水。
三秒没见，好久不见大家。床上煮汤圆，对，他有人就不是有这些，不，那段时间有线下也没有，我懒。你的是 QQ 小窝 ，QQ 小窝，这个裙子老好看了，但他当时给我发漏了一个，他当时给我发漏了那个，让我把我的电线往外拽一拽，他当时把那个给我发漏了，把衬衫给我发漏了，他发了一条单裙子，然后他又重新发了一个，全全烫甜美，这个就是我当时买的那个盲盒，这条裙子就是我当时买的盲盒，这是我开的盲盒，他想不到吧？好久不见呀，全甜老甜了，今天老甜了。我决定我要换一个地方，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拿来这边，把这个拿来这边。不错，非常正确，我是聪明的，不然一会儿打翻了，我的床就没法睡喽。头饰也是送的，我的汤圆，我拿了一盒，拿了一碗汤圆上来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为啥有衬衫？因为我买的是全套，他当时只给我发了单裙子，我当时买的是全套的盲盒。我拿了三个花生的和两个芝麻的和小汤圆，我小时候老喜欢吃小汤圆了，那天晚上突然特别想吃汤圆，然后我就下单了。大黄米被你发现了，甜掉了，那你得安上。我把这个拿开，这样就光好一点。哎，我喜欢吃花生的。我干嘛呢？我在煮汤圆儿，酒酿圆子。之前王思义买了一个酒酿，结果那个冰箱坏掉了。我在选我的那个呢。哎 ，TTS 的奶茶谢了吗？谢谢你的奶茶，我忘了有没有谢。我在选我的素材呢，给你们看一个吧，给你们随机看一个，老好看了。老好看了，我在选素材，选了到时候一会儿，因为我是趁郭晓一上课的时候来直播，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今天都能在宿舍播，所以我就说到时候到时候他来直播了，我就去剪 PV。 我今晚也可能剪，明晚也可能剪。我问姐姐没回我，我问她那个画要多大，她也不告诉我。你说，本来想让别人剪，但是我发现我可以自己剪的话，我还是自己剪。别人剪的话，他也得问你要怎么剪，怎么着。我还如果我可以的话，我还不如自己搞。再放点不给，这样的话明天就没有那啥了。哪天是谁那种？他就是到时候哎，墩墩跳上来了。他。咋的了？你说到时候那个什么吗？你说的是作品展演吗？睡墩上，睡我枕头上了，你看老见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过敏了吗？说的就是你墩墩，你看来看看跟我长得像不像。好像呀。好无奈，好无奈，真的好像。他不什么说话呀？屏幕是1920×192，不是，他是问我那个，我是问他那个，我们不是每年要画那个画吗？那个画的大小，他也没回我。Hello。醒醒，醒醒，搁那趴着呢，他不来找我，醒醒不爱来找我，困了吗？还行，有一点，但还好。没事，不知道，我去年就是画完以后，他才告诉我说这个不符合大小，然后我又重新一个图层一个图层的抠着转，所以我就说这次画之前我就问好，
问好了，我再画。去年画了一个手捧着一只猪，掌上明珠，对，去年画了掌上明珠，用在哪里？不知道他们用在哪儿，但是用了。我今天拍了老好看的拍立得，哎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看，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眼，怕你。拍了好多，但是只签名选三张签，我觉得那三张其实签了三张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刚刚就是我去楼下的时候看到了新人，就是又来了一个新人。然后他一来，他问我说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然后我当时有点没反应过来，我说：“啊，我说我们，我当时脑子迅速的旋转。”不，那我不告诉你们，可以送你吧，不给，对，就是昨天刚来的，好像是。然后我说，我当时我以为是跟我一起面试的，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会找过你？我当时，我一下子我就想起来了，我就哦，他当时跟我说他报名，他和他朋友一起来过，对，然后。然后顾寒一说我垃圾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说，你们这会，对，好神奇。这个我就是很他说的时候，我本来都有点懵。然后他说完我，哦，一下子想，我这个人有点脸盲嘛，有粉丝，但不是，应该不是我粉丝，他只是那天来找过我，他可能只是随便看一看那种，根本不告诉你。你电我找过我，确实。问怎么报名？问怎么报名的不是，他是帮他朋友问的。为什么？他还知道？可能他记脸比较快吧，就是每个人他记忆点会不一样。我这个人就会记事儿记得快一点，但是就是记事儿的话，记忆会深一点。你好呀。然后，但是如果我记脸的话，我就会需要多见几面，我才会记得那种。我没劝，你该去筛选。我没有劝，我这个人记脸会稍微慢一点，但是我记事儿，你跟我说什么事儿，我就会记得你那种。但脸的话，我就我这个人就是记点，就是在这些方面会有点不太好。去过一次，原来记不住。但如果你在我这就已经是知名的，就是很就是我已经对你很熟的话，那就会。哎，你们可以这样。你们让怎么让我记住你呢？你就多给我发一发你的照片，说不定就是我见到你，我真的记得。我说对，得多来找我。新生多看几回。你头发一压，你都不认识。那还好，北辰我还是能认得出来。北辰能认得出来。所以你们都来找我玩，门槛好高。也没有啊，你给我发照片我就能记得，因为我就是在这方面记忆点确实会，就记忆力确实会有点差，就是那不是我想改变就能改变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不想记，是我在这方面记忆力确实是有点不行。谢康康的玫瑰花呀，他都不叫你名字了。嗯，那不知道了，不如不记。怎么你不想被我记住？发照片门槛不高吧，你就是日常的生活照就行呀。如果你想让我记住的话，这没有。哦，姐姐今天烦了，她说你能不能就是拍一点就是那种跑来跑去的画面？她说她看我天天都坐在一个地方拍抖音，看烦了。对，叫粉丝 ID 一下，粉丝 ID 你得告诉我才知道。告诉我就不知道，猜你在哪儿。那也是可以。谢谢连锁反应的玫瑰花呀，为了帮女王拍照特地去找她。你们对拍了吗？跑来跑去拍了呀，但我剪了一半呢才。但郭海英给我拍的像1.5米。我明明踩了高跷。
但是我倒地上，倒什么倒地上的，我有点太讨厌了。1米5是吧？很讨厌这个世界。后来，你看啊，腿看着老短了，就只有那么一截腿，完了鞋还有那么高，1米3啊！跳舞，哦，那个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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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拍，谁给拍的？挂音。我今天当甜妹。我的 PV 里面会出现两种，我的也不是吧？它不是正件和 PV 是剪在一起的嘛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两个。给你们看这个老好看了，哼，多的就不给你们看了，我要剪 PV 的。我觉得这一张截出来就会很好看，情绪大。这是情绪的，这不是情绪大片，是另外的。但是我也不太好给他们看，因为情绪大片是你的那个，我还拍哦，那个是姐姐拍的空镜，这个也好看。完了，我忘了回我朋友消息，他刚刚给我发了个消息，5天了，你是被绑架了吗？我刚看到弹窗说5天了，你是被绑架了。姐姐发我，到时候 PV 一出来就有了。PV，但是我的 PV 你们会比较晚看到，因为它是按姓名排序发的。还有2天，还有2天才7天乐，没关系，才5天，还没7天乐呢。我微信，所以啊，就是我七，就是我翻牌回的慢，不是说我不愿意回，你看我微信我都5天。你朋友一星期没回我，我就是那看来你朋友比我过分一点。哎呀，我忘了，快回微信也7天，对，你看我微信都能7天了，就是我翻牌不7天了，我已经好厉害了。哎，就不是，我最近忙嘛，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人要理。欢迎你日清，我现在，哎，说不定这2天能清一清，今天、明天能清一清。他在我们群里面没点发送，我真的没回他，我确实没回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没有回他。如果他不给我发这个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没回他。你这种情况，那我倒是没有。我就是确实没有回而已，我就实实在在的确实是没回。我要拿一个，哎，我要拿什么？干啥啊，墩墩？我想想，我要拿糖。来过台湾吗？没有哎，我旅游的次数太少了，放一点点糖。要不要来玩？有时间的话，因为我真的就是我的所有时间，就所有假期应该都会被我拿来回家。关于一个妈宝，一年能回几次家？关。他放几次？答案是他放几次假就回几次假。我筷子又用反。上次回家是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点了份米饭呢，但是他这个也太辣了，是那种有点烧味。我都吃不出味道的辣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好吃，是因为它已经辣的失去了它原本的味道，那我再尝一次。还行。
没有到我觉得特别好吃的地步，但也还不错。吃个汤圆儿，对，只有这种筷子需要粗粗涮水，但涮水我也觉得不好吃了，我觉得没有味道。家有点远，嗯，我家也远，我家是昆明的，现在也没那么远。这个米饭真的有点好看，不是，是辣辣的那个，口红吃进去了，不会死。没关系，死不了。上次回去是五一，哦，我五一上班呢，飞回去4个小时，所以我直接就是放弃高铁这个选项，因为高铁要坐好多小时，我要以最快的方式回家，因为我可以回去15号、15当天、16、17、18、19回来，我可以回去。5天不到，对，步行657个小时，什么？老远了。对呀、啊，是汤圆，我刚煮的汤圆，太久了。我本来假期就短暂，我坐那么久的话，那也太浪费我的假期了。拜拜，怎么拜拜了？猫猫，对，我要往家里跑一跑。花生汤圆，天庆学院有我，有我呀。对，5天吃30顿，去看新人，哪有新人给你看？上海到北京4个半小时，哦，也好远。上海巡演肯定会有的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五天是因为他们要去草原，去草原，慢点吃，好嘞，坐1个多小时，哎呦，嗯，那确实有点痛苦了，嗯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，那我们去的还蛮早的，但也不早，但也还挺早。巡演猪，巡演猪，不知道了，看公司安不安排，看公司给不给安排了。14号不是有公演？对啊，14号是公演完了，15号我就走。10号主要是太晚了，没有那么晚的飞机了，不然我当天就走。看恩恩看的乐不思蜀。那前次本来想开3场的，这不结果隔离了，给只看了1场。你为啥看恩恩？嗯，对、啊、你为啥看恩恩？我们今天交了几张那个自拍，他好像是要做什么周边。你真没嗯。哦，但你去天津，那你天津那个去过吗？上次不是隔离，前次，上次是就只安排了1场。我说的上次是那次安排了3场的那一次，结果又没了的那一个，很多拍立得，10张，拍了10张拍立得。你看这种一看就是在别人房间浪了很久的，就知道交了很多拍立得。可能是小凯，哎，说不定哦。签名拍立得了吗？可能是的。但就签了3张，就算进也只有3个。辣，大拉皮，哦，你们那管这叫大拉皮吗？这个还怪好吃的，我老喜欢吃这个，烧。凤条，
不是很单纯。嗯，这是我正见的一个。今天超寒，女孩们做点东西不都大同小异？这不聪明也能看得出来，好吧？我的拍立得贵吗？我的吗？麻酱大拉皮，哦，那个好吃，海沙一样，海沙。哦，对，我海沙有拍立得，就一张签。我这次签的特别潇洒，我只签了 ZHR。给你们看我的猪猪集集合，辣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作废了吧？可能是，我去年还选的是最好看的三张。嗯哼哼，几年后真的吗？开始弄了吗？已经。一个大饼拿不下，那就两个。重做版，重做版。嗯，没哭，好啦。辣的时候你就，其实辣的时候不该喝水，辣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喝，是最好的。但是我刚喝了水，所以就更辣了。往期拍立，但往期拍立得是那种，往期拍立得是，就是没有签名的那种。我在吃那个曹氏鸭脖，对，我再缓一缓，让他说，我真的我快落泪了，好辣，喝酸奶，我第一次辣成这样，喝酸奶，我记得他们说喝牛奶有用，对，冰的，辣的时候喝热的。不要喝冰的，越喝会越辣。我说回来，按理说我是比较能吃辣的，但这个确实是真的辣，难受，但它会难受的比较短暂一点。你喝冷的话，它会辣的更持久一点。火鸡面，那不行。火鸡面我一点都不放，我觉得火鸡面就是要纯纯的好吃。喝冰水，去拉屎，可还行？可这样，不知道什么了。那个辣不好吃，但是我花钱了，所以我就在吃。但它其实不好吃，没有的汤圆好吃。芝士，但我喜欢吃纯的。但芝士也还不错，但我觉得纯的更好吃一点。汤圆能不能辣？汤圆辣不好吃。期中考明天嘛，加油！你肯定，你考个好成绩，就说明你期末也会考个好成绩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开始变得厉害。是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，我瞎说的。谢谢洞洞的一个 big 仙女棒，
祝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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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吃辣的不要被辣成我这个样子。祝你明天走在路上你就捡钱，走在路上你都能捡到钱。然后吃方便面都有两个调料包。对，缺什么天上掉什么。谢谢权杖，爱你哦。你人真好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哇哇，今天大家真的有点好甜呀，好甜呀！我马上今天居然收入快要10000起腿了，那是不是我这个月可以拿20万呀？哎呦哎啊哈哈哈！我把好运给你了。我刚一手抓到了筷子用过的那一边。哎，小狗退出直播间，为什么？小狗也想要好运，好运连连。想吃，睡觉光临直播间干嘛？怎么回事？小汤圆。哎呀，我小汤圆呢？我小汤圆呢？哦，在这呢。小汤圆果然要加糖好吃，好看。豆沙馅的小汤圆没吃过，我吃的汤圆就是花生和那个芝麻，但我吃花生吃的好多一点。主角来，那个用那个传销那个音乐，那个都甜的，我喜欢吃花生的，但是也是甜的，我喜欢吃甜的，我不喜欢吃那种咸咸的。我觉得粽子就是要吃甜的，粽子应该吃那个白的蘸白糖，白粽蘸白糖，然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汤圆就是要吃花生的，水母尸体还没埋呢，我不知道就是水生的，我应该给它埋在哪儿，所以它还在。非诚勿扰，就是那个成功学的那个音乐，让我那什么。再让我重新登录成功。先生先生，你跟他一起埋到维修是吧？肉粽不好吃，肉汤圆不好吃啊！卖什么？听不到吗？让我再重新来一遍。先生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伤害我的人，我啪就是100万，那么追随我的人，将来就会是几个亿。听懂？掌声。别不开呀、啊，小黑，我没有。你爸。你说你在看传销，你说你在什么样的传销呢？今年送我进啊，现在已经不能这么说。将来追随我的人将会是1亿。Thank you.
这里可以分你10万，你追随我吗？考虑一下。我去卖泰语课，嗯，我去卖泰语课，我教他们点啥呢？我教他白红狼丁气。对，今天搞一点。先下了，好，晚安，你好。去，换一个，你离一个小目标差我一个亿，那你追随我，将来等我发达了，哎，将会是一个亿，没有也没有用，咪，嗯，不能卖咪，白后能给你，你知道是啥吗？先发。今天小圈圈，我今天给姐姐说，我说做什么都行，但是我要有小圈圈，就是不一定非要跟图上一样，但是我要有小圈圈。萨瓦迪纳卡，萨瓦迪纳卡，很难不行。谢谢皮昂的姐姐，姐姐好，谢谢姐姐的一个爬，朱门。但是我们上课确实是，就是跟老师扫地卡，就这样，是什么，然后下课扣分卡什么的。上课我们确实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干什么点名，就是点了名，第一件事就是扫地卡。我们上课确实是这个样子，10个亿吧，反正是。我今天还在问公司呢，我说今年青春盛典有饼吗？他说化了，只是还没有告诉我们。我们说行，我说我迫不及待想吃饼。阿拉呀，怎么叫你他就没电了？哎，我说泰语对啊，你不行，你是没有电的男人，没有电的男人。你会烙饼，怎么烙？让他听听，行。奶奶传过什么饼啊？去年的饼圆了吗？我的口红还没有给我，都明白。对啊，我今天我们还在问呢。我们说今年的饼化了吗？然后我先问了今年第一阶段的饼化了吗？他说还没化，还没想好。我说那今年青春盛典的饼化了吗？他说化了，但是还没告诉你们。对，好像口红地配哦，地陪。我没有啊，他们没有啊，我不太配。油饼糖饼，糖饼油饼，糖油饼呢？哦，我明天要吃优惠购，还没买哦，到时候现买。我明天几点去呢？就我觉得去太早了，人多，现饼。又有分队专属剧场，我跟你说，你还真别不信，我觉得分队这个饼他真要画。我觉得他这个饼好像真的想实现一下。对，其实饼北巴的饼好像是实现了，都实现了去年的饼。Live House， 我们今天说起来，我们说画了饼给吃吗？他说你看我们还有什么饼没给你们吃。然后我们就说金鱼计划，他说金鱼计划不是我们不给吃，是重庆不给吃。我说那你们，我们就说那草原，他说草原难道你他们自己选的要夏天去？我还嫌夏天事儿多呢，冬天他们又不乐意去。我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不是不画，确实好像是在画的。煎饼果子啊，好吃，想吃加重口味的那种，好像中宝，不可能，这饼一听就是假的，这饼太假了。来上海，那个男，现在还叫胖的玫瑰花呀？合理权益，我说我要去，我说我要那什么，我还要我的口红。金鱼计划是在我进团之前的事儿了，人都退了，对啊，人都退了，而且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不画，是那边一直没不画，就是跟我们说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对，北巴画了饼，他一定会实现的，只是早晚。有字了饼，那是什么饼？
就是咬一口油会滋出来吗？交换生，对，那个交换生计划，不过没我的事儿。对，就是姐姐，我们说那个饼没实现，姐姐说那是我们不想实现吗？那是人家那边的问题。我说啥呀？嗯，大航母有微什么微啊？嗯，有微微，有微微和兰兰，我记得草原。那我不知道，就那个事儿跟我没关系，不归我管。就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了解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482单位，再抓回来不抓。豆子儿，确实，猪油饼没吃过哎。还小小的花，训练，因为那边啥都有，那边训练室什么的都有，所以可能干脆就在那边练了。这个季节都是蚊虫。在心疼谁？嗯，因为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去，我要回家。我怎么觉得我吃完黑芝麻，我嘴巴都黑了？北京、天津，他好像说就是尽量每个月去巡演一次。这样子，不知道。南昌，不知道呢。你就看我们现在800奔奔北坡，我去，我像吃了小孩儿。20号，哎，我们是20巡演吗？还是21？吃饭就行，这口红，不知道呢。外面不知道是什么动静，园区里的。明天不，我要公演完，我公演完14号、15号的飞机，21号巡演，那20号有什么事儿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缺盘，首卖。应该是首卖。蕾丝蜜语。哦，但是我刚涂的不是。20号没有外物。20号是确实是卖盘。但是是卖的那个盘。夏天的盘。对。不去呀。我想去，听说那外务费老高了，但人家不找我们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呢？夏天到了，对，干啥呢？国辉，给你们看看国辉现在搁哪儿呢？国辉，搁这儿呢。上海，你来接。好白的猫呀，干啥呢？不翻天你会死是吧？找我们去，我们还没进团。那欢乐谷吗？那会儿我还没进团。醒醒，哎，醒醒跑了，找不到了，刚才在那睡觉呢。别来电源了。我觉得郭辉就丑在他的鼻子，你知道？我觉得他鼻子要是长得好看，他就是一只超绝可爱的小猫咪。
但他的猫钟实在是有点太长了，是店员，肯定是店员了，因为他要卖盘。猫咪去哪里？猫咪藏起来了呀！我星星搁那儿呢，给你们看一眼。你是否也曾暗示落下我？对情绪辗转反侧。星星搁这儿呢，我就拉起来过会，我都没有拉，我直接都是踩的。我说它猫中长，我哪有拉起来，我直接是踩，醒推好惨，醒醒老好看了，醒推怎么那么少呢？甜美对，猫咪去玩了360分钟，好像是的，它猫中这里长。但如果它鼻子短的话就会很好看，因为它眼睛很大。它最近，它昨晚把我的衣服尿了三件，还把我拍 PV 那个裙子也尿了，但是不是那个白色的，是我那套 JK 的裙子，我昨晚刚换下来它就给我尿了，尿点新鲜的是吧。只有 YJJ 那是啥？你蹲吗？蹲蹲也可爱。我生日公演在青春盛典之后了，还没给我排期，所以我也不确定。猫就靠这口水。我跟你说，母猫是怎么喜欢公猫呢？因为公猫有的公猫身上就是尿骚味会重的话，它就是雄性气息就会很重，然后猫就会喜欢这一款，就会喜欢这种。然后母猫里面是三花猫是最好看的，就是人可能觉得丑，但是猫。猫界的审美就是三花是最好看的，叫他的妈妈陪，叫他妈妈，他妈妈陪了我一件，就是他把那个陪我了，因为我说直接扔了吧，但他后来还是陪我了，然后还有两件，我说他说他干洗，我说没事水洗吧，没必要，我说水洗就行，你帮我晒了就行了，我没有收藏起来，收藏啥呀？骨灰是。骨灰咋了？可惜星星在猫界，不，我感觉星星还挺受欢迎的。我昨天怎么让我踩着我衣服是湿的？我说怎么会是湿的呢？我又没在这喝水，也没在这放水。然后我一摸，果然摸到了湿的，拿起来一闻，三花，还没想猫，骨灰是公猫呀，但都绝育了呀。我们这公猫都绝育了，只有星星还好。发霉，它真的像发霉小蛋糕，那都跑，不安定。你是否也曾暗示落下我？在直播？我进去啊。在直播？看我干嘛？你傻猫？傻猫？不能？怎么？我今天被他狠狠的洗脑了，我今天就是今天脑子里面全是这首歌。你用了吗？最后啥呀？你用了吗？没有呢，你看我线都没拔呢。让我来体验一下。哎呀，对，没有线。对，你得要找个插板。我真服了，我插板呢？我播到20吧。傻吗？不要在我面前，看就看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拍了一张老好看的。哦，它线好长啊！开玩笑，它可是吸尘器。哦莫，好长的线啊！老好看了。吸尘器，它线不长，你怎么用的？好吧。我今天，但今天那边光不太好，我就没怎么自拍。那边的光一般般，没那么好看。让我来体验一下侧颜。哦，我真的觉得我侧颜老好看了。当然，我没有，不是那什么，但我真的觉得，好喜欢，好喜欢我的侧脸。你要发视频，好，波波，我觉得墩墩是最好看的。波波挑角度，然后醒醒有时候也挺好看的。抖音，喜欢看美女。哇，六鼻梁高。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鼻梁老塌了。六，
我小时候鼻梁超级塌。波波是臭脸猫，是的，波波每天都是一个表情，但波波可爱起来老可爱了，因为它是圆圆的。我做了，回呀、是肋骨病吗？那我给你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我刚回我妈肚子里割了一个，就是我出生以后我觉得特别不满意，所以我回我妈肚子里去割了一个，就是去给自己肋骨嘎了一刀。头大怎么？那没办法，那天生的了，就是我头也大呀。都夸夸醒，我觉得醒醒已经变好看了。我发现，那还怪神功根本看不，你真信啊？你真信啊？把大脑缩小，不行，那我就不聪明了。我小时候鼻子真的有点塌，我之后给你们看过我小时候的照片，我爸当时特别怕我就是长大以后是个塌鼻子，然后每天在捏，每天捏，每天捏，每天捏。他每天见到我，他就在那捏我的鼻子。结果现在好像真的还行，真的还可以。对不起，你这样笨，开玩笑，我。对，所以我就在寻思，其实就是如果这小孩如果鼻子塌，其实你是不是从小多捏一捏就能有用。其实我下巴是短的，只是我现在修容，我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我就会把下巴修出来一点，我就会往这里打一点高光，然后再涂一下阴影。我修容的时候我会把下巴画出来一点。怎么做给你？不太聪明。全都全是脑子。好过分呀。看不出什么。你看见没有，这里我就是这里是黑的。因为我下巴短，而且我下巴是平的。我的下巴其实是平的。这样看下巴就很短。所以我就把下巴会修出来一点。修容的时候修往外就修出来一点。其实我脸还挺大的。头发挡了，这头发挡住了而已。短下巴好，但是还是要有一点好看，所以我就是会修容一下，会显得更尖。我留胡子我不要，但我修容真的打得像留胡子一样，你看这黑黑的，我修容打老重了。其实有时候看反图也看得出来。上周老好看了，就想去看一次。那你找时间快来呀、来呀，就是有点贵。短下巴好是好吧，但是我还是那什么，我觉得我今天老好看。我今天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真觉得我像洋娃娃一样，真的太好看。但是我觉得上镜又不好看，在镜头也不好看。而且我觉得方圆脸好像确实就是自拍老好看，然后一转过来怎么脸方，老好看。谢谢阿克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是本人会比较好看一点，但是就是拍出来就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也还不错了。对啊，我的脸是方的，是有点方圆脸。最喜欢的 TT， 朱国公，我是朱国国王，我不是公主，不当公主，我当国王，拍出来好看。我微博照片，哎，真的，我微博照片姐姐都不用找我要，他们那次找每个人要了100张照片，但是没找我要，因为说他说你微博的照片我都能找出来200张，然后就没有找我要。本人，但我说都每次拍出来我都会觉得自己好胖。找一张做出，这姐姐说你的200张我都能找得出来，难怪没有找我要。老大学真的好好看，我觉得我那个什么，有被讽刺，不是也没有讽刺别的人，只是说我就是照片会比较多一点，只能说明我爱拍照，我没有讽刺任何人。每一套，我觉得其实有几套不太好看，但是我又拍了，所以我就会发，我就会发。其实有的它也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我拍了那个，看看。我这次出去拍的，
我找找，写真原图，原图八月，诶，去哪了？哦，八月九，照片。但是我那天眼神是真的有点迷离，太晒了。等我找找，找一张给你们看看。我怎么每一张都眼神那么迷离，睁不开眼。我真的每一张都很迷离，眼睛都睁不开，睁不开一点儿。激情召唤。哦，今天这造型这个吗 ？Hello， 我手机真的好多，不敢去。没有 TT 会跟你说的 ，TT 能跟你聊。最后一张发到群里说早安。那黄太啊，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看的。啥人？比如你是看照片的吗？我以为你搜了别的东西。看这个，哎，但是好像有点发型，哦，他那个发型把我发际线弄老高了，老仙了，那老仙了，老好看了，然后找一找，他是按什么排序？这张是当时他试相机的时候拍的，但是老好看了。这张就是一开始他试相机拍的第一张，老曝光了。这张还挺好看。这样怎么还曝光？哎，就这么看吧。小男孩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个向日葵真的很好看，向日葵和那个绿色的那个。老仙了，现在小熊的巧克力啊，感觉刘海说，是吧？其实这样看没有刘海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各有各的好看。黄头发的妹妹，黄头发妹妹，你还有没有发过的图？其实黄头发妹妹还有没有发过的？这个也好看，但这个裤子有点露出来，要我少出，滚啊！像去年，对呀，刘海就是会显得我脸就是会圆，因为有刘海就短，就会显得脸很圆。还有一套，让我看还有什么，我还拍了一套很可爱的，很夏天，老夏天了。但他老反光，原来没变，我本来就没有变，我觉得我就一直跟你们说我真没变。这张也好看，我一直跟你们说我没变过，只是说把刘海撩上去看就不一样了，但是其实一模一样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嗨，我在直播。啥时候公演这个发型？那一定会是一场常规公演。这个也好看。你在找明天拍 PV 的发型，衣服吗？对。嗯。你还没说我胸。玫瑰也有拿起来的时候。我现在看着不年轻吗？我现在看着跟去年一模一样。丸子头什么时候啊？我们有常规公演呀。好。啊，这个可以去。
你就只要一个吊带吗？对，因为其他的我都有。啊，行，都有点多，我这块都是都遮不住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可以的。你明天是要先去录那个吗？证件。证件。哦，刚好有造型。对。嗯。上常规，那应该不会再有常规了，因为之后都是，就是生日公演排完以后就开始作品展演，那应该没有常规了。我确实痘多，我这次要回去看了都，我刚展示的那个，我刚展示的没有丸子头呀，哦，那个姐姐浅修了几张，但我没发给你们看。他浅浅的修了几张，其实这张也好看。但这张头发已经变变，去年偏可爱，对，就是两个风格，去年跟今年两个风格，但是就是也可以随意切换。巡演不算吧，应该。晚上好呀，好饿，吃饭。今天没拍照，今天拍证件去了。我也喜欢没有 MC34 的公演，说实话。我也不喜欢 MC34。我自己每天都吐槽。我上辈子是条鱼，别管。吃独食。哦。那个不如扎下面的丸子。下面的丸子。那个下面的两个嘛，什么时候能发？修出来就给我就发。我现在手上囤了好多图，我不知道我哪些发过，哪些没发过。然后我又懒得找，然后就谢谢金伦家的三朵玫瑰花进化了。你说啥进化？我进化还是？最好连毒性都没有。毒性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，但是别的就算了。欢迎，那你们得发明一个东西，让我们一键变装啊！一键变，那我跳死。写真夫人，我不知道我哪些发了，但是有吧，但是也不多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些有哪些啃鸭舌，错过了发花，好吃吗鸭舌？另一套公演。我知道了，你已经在想分队了，已经想看两套公演了，是吧？一件老虎猪，哦，老虎猪可太久远了，那衣服我都寄回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穿的，我就寄回去了。金相信，我觉得这张也可以。我今天拍的照，随意切换。哦，我没看过哎。月光了也没有，我一般拍的写真都是不是我主动去拍的，所以我不用花费我的钱。今天的太好看了，我也觉得我今天老好看了。嗯，嗨小猪好喜欢我，今天拍了好多照片。但是没有几张好看的。因为大部分都只有我显得我一截腿，带个头。谁戴头套？谁戴头套？你让他撤回。哦，我以为你什么？我以为你说我的头发像戴了头套。我以为你要说我的头盔。要给，确实又该说生猪了，我都不知道该煮点啥了。哼，对啊，分队也不能让我多跳几次，分队人家各跳各的了就。你撤回，你撤回，我讨厌你，我不许你说我的头，不许。这样我能往前走两步，不啊，我们今年努力一下的话，也能往前走的。只是说如果分队的话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再走两步而已。你发了啥我看不到，没我没更新呢。哦，我又没更新。
三头身，你才是三头身，我更讨厌你们了，我更讨厌你们了，剑指第一，你的甜妹呀，对啊，今天是甜妹呀，剑指第一呢有点难，但我今年算了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有点狂野，前面都在一个队。但是你想一下，大家能当 C，为什么要去跑去当二三号位，对吧？速度会，好甜，像我一样，让你退学，怎么回事？可不心退呀、啊，就差一个受害者了。你小心我的直播间被封掉。对，肯定是一二姐，然后两个 C。因为能当 C 的话，肯定是去当 C 呀。六一儿童节，六一儿童节还有，哎，还有一段时间呢，现在才5月，还有一个月，不一定分了队就可能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了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八个绿色公园没有，他们在招人了，他们在努力的招人了，公司有在努力的招人了。哎，我现在觉得那个朱一宁，我觉得我就我现在越来越能 get 到他的脸了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我这两天每次看他，哎呀，真可爱，还哭呢，不知道那应该不会跳。但姐姐说那个衣服被借出去了，估计会有人跳，但是不知道谁在跳。说那一套衣服都被借走了，不垫我，每周差两个反。要分队可能要，我不知道啊，那你得问一下公司。21天获得队推，那得慢慢的来了，那就看能不能慢慢的来了。加一堆新人开我眼，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长得像你前腿，真的真的，他公司照真的，该报警。我本来觉得我的就有点，结果发现他的确实该报警。我喜欢小，我都喜欢小朋友。是好是那啥，我不知道他有多高啊。我喜新，我只喜新，我就喜欢看新人。你喜欢日宝？我是可爱的小朋友，我都喜欢。那你就推了。你的话，斟酌一下就行。不行，我喜新厌旧不代表你们可以，所以我还是要怪的。我就推了，都是小朋友。我不是吗？哼，好吧，我不是，我承认。就是这个不能犯，不是，这个不能随偶像，不一样的。然后他不理你，我这公司照拍的不像我，但是也不难看，只是不像我。你都说我严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不严格一点怎么对得起你们呢？你的标签是长情和专一，真的吗？那你今年就只给我投票，我就相信你。没有人像猪猪，猪猪非常的独一无二。悄悄借小号是吧？我现在催有什么用吗？现在催也没有用啊，现在都没开始呢。
谁投给谁那啥。你在那投了大烟花，他全部投给别人，我跟你说，他全都投给别人。不是很怕，我觉得还是挺害怕的。我觉得他特矮。我发现了，其实这个不是特，它其实没有那么辣，它辣的点是在于我点的都是菜，菜本来就吸油吸辣，所以就很辣。但是我刚吃那个肠就不辣，主要是我点的东西全都是吸油吸辣的东西，所以就吃起来很辣。但其实它好像没那么辣，我刚吃那个肠就不辣。好可怕！谁在意你的把柄？谁在？哦，好，嗯，好像不辣了。把汤喝了，想辣死我。放点歌听听，哎呀，一下子播到38，那我播到48吧。啊，但他确实也是不给我看，他上次翻了所有人的翻牌给我看，除了他好爱，听一下啊。哎呀，是 VIP。我只有照片有那么多，双向奔赴，他真的好爱。你给我看，我看嘛。嗯，那你给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嗯，你发了吗？我想看你和谁都看。嗯，给我看，那给我吧，给我吧，都给我看，都让我看看。给我，给你看你和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只和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上次给人家翻牌发错了，跟对着司仪喊猪猪，也不知道是谁呀，不认识，我老公可以喝，来。也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，哎，还被人家拿来给我看，他给司仪发翻牌，发给我的翻牌，然后会一个情况，说明你发过呀，马路上喊猪猪名字，那个司仪给我看，下属。饱了，哥，哎呀，哇，这样看更远了，没更新哎，
我刚刚也才想起来，我就每天我都在忘记更新。翻牌没有名字，所以就是你也发错过，只是说没有名字没有被发现是吧？哈哈，猪猪，那我会嘲笑死他，我会嘲笑他一辈子的。互相盯，没有，就觉得好玩而已，其实也没有盯房的，就觉得好玩。你说哈哈，你看他发错了。圆了，太圆了，还是这样吧。果然有刘海就会变圆呢。前面都这样子，你看一下别人的反应。你说，你就，然后他们说，大姐这只是一个测试，能夸夸你，好棒呀！希望你下一个月也可以这样，下下个月也可以呢。没发错过，我也没发错过，我只给一个人发过翻牌，好像你真棒，送你一个大拇哥。你说这你，然后等他回了你，你就说这只是一个测试，哈哈，你都一个月没发了。嗯，偷偷甜，偷偷甜没有用，偷偷甜不快乐。我今天终于有一次给哥哥转账成功，是因为他找我借100块钱。我第一次给他转账成功了，是因为他给我借100块钱，他第一次收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什么测试？对，我四连哥哥，对啊，他不熟，我之前都在那什么呢，我之前都在给他刷鸡腿呢，他今天唯他唯一就是今天难得收了一次我的钱，是因为找我借了100块钱。你投全投，那我不可以自己投吗？今天好闲，今天穿了好看的裙子，三月的录播。你传今天的，那个不着急，那个无所谓了。反正我也记不得我三月干啥了。我觉得我今天老好看，抵制，你抵制也没有用。你在干啥呢，郭辉？郭辉不吃猫粮，然后对着一个空碗在啃。都传完了，好迅速，辛苦了。看前面啊，哥。有饭，他不吃饭，他对着一个碗在那啃，也不知道在啃啥。开始扒拉墙，我一点不懂。给他的没有魅力，是的，他的人格魅力很大，需要的吧？但是我们也给他买过磨牙的东西。他在跑啥呢？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了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让你发翻牌，一钱不回就哦，难怪你给我发翻牌，拿你手摸呀，墩墩拿我手也拿我手摸，聊过次，对，哥哥是这样，他真的很认，是一个真的人格魅力很大的。他真的很好，哥哥真的很好。如果你们要让我推荐一个小偶像的话，那一定是哥哥。当然，首先还是推荐我自己。不是墙角拉了吧？不是，他就是刨，他不是那种扒了，他是刨。不会再、没有了。除了我还有哪些迷妹？好多呢，老多了。当然，只有我是头一号的。你推荐猪猪，我也推荐猪猪。接受第一个推荐。我还是首先推荐我一下。对啊，因为他真的就是很好的人，但是他就是一直那啥，但他就是真的很好，会理你吗？你知道我的就是。
我的精灵当时就是有一段动作特别丑，他也是他给我重新编的，就我在那练别的舞，我自己都还没在弄呢，他在给我编舞，他就是他在那给我编舞，就本来他是没有事儿，就是他人真的是很好很好，周末的猪皮，对兰姐，说你张哥对呀、啊，要说大家都去看猪猪，你们可以也推我和哥，但是你不能不推我。你不能说你看完我直播你就去单推哥哥，那你对吧，对，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喜欢哥哥是有理由的，他因为他真的很好很好，猪猪是好人，猪猪是大善人，猪猪也是好人，猪猪当然是好人，猪猪怎么能不是好人，好像老鼠，为什么吃吃吃吃吃啃啃啃啃啃，给他们洗脑。真的。你怎么听不懂，我说我是好人都不看，你大喊一声我俩的名字我俩就看了叔叔的表情包。哦，我觉得他老像羊驼，我老觉得他像羊驼和大鹅。你是个好人，好人卡是吧？另外一个，脖子很长，真的，真的哎，可以。各看各的，看反了是吧？很像小熊猫啊，我知道那个黄黄的小熊猫，猪猪像一只猪，这样是吧？啊，好丑啊，好丑啊！那对于猪猪的思想深入吗？还是正确的？建议你发扬光大。讨厌你，算了，本来想再试一试，但是还是觉得丑，没发出去。那你发给我。好，我上次给他微信发反图，他都不理我，找不到一个单推。单推这个东西比较稀有。人家的鼻子是天然的，那肯定是天然的，我还能给你转圈圈，我给你转圈圈呢，还能，哎，也是单腿，嗯，有爱不敢说，尾巴紧绷的瓜没有吧，也没有那么少的吧，太不是你是，不会太累，什么意思哦？什么意思哦？难道不是应该把爱集中给一个人才不会太累吗？傻瓜。结果爱上。有点少啊，对，就是尾巴感觉大家都不太健康。吞一下。给一个人就是。行行，你别说我还真知道是谁，他当天晚上就来跟我摊牌了，人家非常诚实，人家当天晚上就来找我说了，就是啊，我就是已经非常够了好吗，都破防关房间，你看我就不怎么关房间，尤其是在更新了新口袋以后，我根本都没关过，哦，关过一次，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功能，然后就按了，结果发现是关房间，然后我又打开了。就是这个新口袋带刚出现的时候，刚更新的时候，谢谢小水懒的生日帽和生日礼物呀，还有玫瑰花，谢谢你的三件套、四件套，还有巧克力，有没有这样？今天比昨天更想我，那明天要比今天更想我。
我不回翻牌，他也没给我发了。嘴巴目前有三个。我也是，我是傻瓜也是瓜，我是。为什么呀？别烦，怎么回事？哇，这首歌叫《G》。谁谁叉叉叉，反正没回你。猪瓜，真正也啊，对，真正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水塔，但他那个字不是懒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看错字了。对呀、啊，都怪，就是都怪我来了当了偶像，所以我不认识，所以我读错了这个字，说明我对偶像这个事业非常的热爱，所以我才会就是为了当偶像，我都不认识这个字了。天哪，他真的我哭死。你第一次先理个哭是因为我不回他屁嘞，他先发再说。喜欢啊，我第一次看到骑士男的，没有比我花的呀？哪没有，一定有的，肯定有，只是我现在想不出来。不喜欢他，就是啊。写图片遇到，我只是会有时候一下子想不起来而已，我不是不会，我只是不确定怕写错字。我可以刮，我把头发一编，装不会脱手。屁嘞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天天被小雪骂，她说我老拖时间。毛嘞，我不是冷白皮，我是大黄皮。下次写泰语，我会在大的签名上写泰语。谢谢你的拖时间，你的每次也在拖好吧？我每次到小雪抢手机呢，你少来。我每个人都在拖时间好吧？只有他，除非是走得很快，他自己就走了那种。谢谢水塔的曲线奶茶、生日帽和巧克力呀、啊。希望他忘了你，可能吗？你觉得会吗？我是大黄皮，对啊，你看我，哎，这有滤镜不真实。对，我会泰语。哎，水塔巧克力写了吗？你是我猪猪吗？小雪，对，小雪会认识一些。电我感觉时间好快，因为他真的是时间短。羡慕出神。我说你们只要坐在那儿，我会把你们拖。但是你们要是自己直接走，像某位风间老师一样，就到点了，他迫不及待就走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是吧，风间老师？那你高考结束去广州看我，你去广州看不到我，你得去北京看我。羡慕拖时间，你下次来也拖。对，就是很严。现在小雪，而且现在小雪姐姐特别对我尤其的严格，她现在老骂我，每天在骂我。谢谢小水塔的 BJ， 这辆 BJING， 你可以拉住他。冯姐是真好人，免费接巡，来我这打广告，好吧，打的是我的广告，原谅你，太严格了。愣是拖到40分钟，六，问你不多聊一会儿。对，他走的老快了，都问就是到了 staff 要问他的时间，体验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拉好了。对，你可以多坐一会儿。其实，因为他就算骂他也不会怎么骂粉丝的，除非他很熟的粉丝，他顶多会来骂我。但是我皮厚，你骂吧。我这人皮老厚，你骂吧。骂完又是一条好汉。哦，现在店员多，好少握手。骂你们，小雪会骂。上直播小雪吼了，为啥？我想我被骂，我天天在被骂。
首先我要有一份薯条，这样吧，你先送我一份薯条，然后你来抢我的薯条吃，怎么样？有店员吗？应该有吧，我不知道，他开了就有，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儿。把他祖宗十八代骂一遍。二十号应该是在天津店吧，还是北京店？不知道，反正二十号我知道要上班。哦，有时候真的看，有时候就是看 staff， 真的有的 staff 真的是。哦，小雪是那个长头发的胖，就是圆圆的一个姐姐，然后头发一般扎起来。上次那个还挺好，对，有的 staff 又挺好的，太巧。嗯，就看看 staff， 分人。空手跳掏出去啊！对，小雪笑起来有酒窝。就是圆圆的，收到劝就关门了。他上次他会骂，就是他现在就是逮到我就骂，就跟骂他熟悉的粉丝一样，他每次逮到我就骂。我上次电话就是他骂我，一般我电话都是到他抢手机，然后我才会那什么。整点薯条，我一会儿想炸薯条吃，我好久没吃薯条。昨天本来答应朱广云说炸薯条的。结果后来我沾枕头，就是他说吃薯条吗？我说你炸的话我就吃一点。然后他还把锅洗了，洗了以后真的坐了两分钟，结果就在那两分钟里面我睡着了。对，那个姐姐不怎么管。新疆咋没有哎？白嫖又能给粉丝？嗯，土豆上一上，你昨天就跟我吐槽了一遍。对，那次那个姐姐非常宽松，羡慕花朵。我昨天就是她说她叫我的时候，她叫我吃薯条的时候，发现我的手机在地铁跑酷，然后手电筒也开着。我早上醒的时候，地铁跑酷她应该是帮我关了，但手电筒应该没关，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是黑着屏的，但是手电筒还是开着。我有包浆豆腐，我还。面对面点我行。哇，那他们管的好松啊，谁开水吹下奶茶呀，一直在管我。没有，那个 staff 催了我五六次吧，然后小雪过来直接就抢了。因为小雪现在就盯我，他觉得我会拖时间，所以他每次都盯我。我地铁跑酷不是，我是地铁跑酷是因为是我在看小说。我在看小说，所以地铁跑酷。那小说背景是地铁跑酷，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的。他就说我的手机亮着地铁跑酷，然后人，对，我昨晚还没贴口呼吸贴，我昨晚还口呼吸，没刘海撒手脸，小小小不灵。他最近盯我盯的老严了，昨天不懂，他最近盯我盯的可严了，尤其就之前都还好，最近。广告，我现在就是他真的盯防我一张卷。哎，我当时在广州的时候也是，一张卷弄了好久。对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临酒常埋深谷底那种。就是那个，我在刷小说，我可能本来想打个小说助眠的，结果没看完就睡着了。你看，这不就暴露了？你握手时间太久了。众所周知，猪猪没有去重庆，那么这位单推我的是谁呢？你在看着我，我不慌，一直循环播放，可能是一直在循环播放，循环了好久。我重生了，这一次我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一般都会摁掉，然后那个哥哥就会盯着我看，他就嗯。对，他有时候会严说松，看人，有的人管得严，有的人管松，主要他们管得松的话，他们就要被小雪骂。嗯，风间我就觉得他就是在我这坐不住。
就是哦，那没事儿了。那看来不是我的问题了，用别人店能做出。就每次在我面前一会儿，他就急着想走，都不到点儿他就想走。保持距离，那花钱了。你有急事先走，他直接走。我没看过人。嗯，他天津的时候帮你垫的，只有他是给我递了耳机。他那耳机老好用了，我一点外边的声音都听不到。建坤是在上海吧？把你关门了。哦，好像就是他。好像是的。好像是他，善良，真的，大善人。谢谢小水塔的一个亿。现场音响，哦，我一会儿会听得到，一会儿听不到的。那个音响是有点吵。是，等我一下，这个歌好难听。辣嗓子，但愿有吧。我希望这是公司订的酒店，不要那么远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姚村夜市，好想去。对，一个亿，听起来都有钱了是吧？我的歌单就是随机播放，我就播一些大家都在听。哎，是不是看到我的？算了，无所谓。啊，我们当天去吗？哦，也有可能哦，不知道。那说明我是一个怀旧的人，我是个老女人。下次旅行不想去。我翻到了这个，好开心的一只猪。我没有自己的歌单，我的歌单很随意。不知道，我说实话，公司什么都不告诉我们，就只到时候安排了，然后让我们去就行。握手风，讲讲握手风。有点辣，主要他辣的是嗓子，好难受啊。我觉得他一下辣一下不辣的呢。他在二楼，那是从这个角度拍头顶，开心。我真的没有自己的歌单，我就瞎放，我都是放他随机给我推荐的。握手风，下次也拍一个，下次都拍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今天拍老快了。我今天去的时候就化妆，化完妆，因为我今天手抖，所以我右外的化妆化得很快。因为我今天手是抖的，我今天手是这种程度。我今天下睫毛都没画好，你要点歌啥？我不是焦虑，我就是今天手特别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2000年，哦对，很久远，是我小时候听的《雨爱》。200级财迷心不改。可能是有点低血糖。我主要我先迅速的喝完了一杯冰美式，因为我懒得排过去。我小时候听的。
谢谢 PR 的四十只猪，为了听这首歌，我愿意。什么？我现在的畅听已用完。哦，我想想，我刚录屏的时候用。让我上 B 站给你搜。这怎么有八分钟？哦，这是现场。啊，这个就是，是吧？我觉得我的歌单其实还好了，没有很古老。不过听的歌确实挺古老的。我这一杯病没事，然后之后就低血糖了。然后后来就低血糖，然后我火速的，就是我平时吃每日坚果，我都是，今天我吃每日坚果，我往嘴里倒，怎么哭？别哭，这么离谱。嗯，主要现在是不是还要打学时？如果打学时的话就很痛苦，你还得在里面耗着。但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就不用打学时，因为我报名报的早。你的故事像雨滴，上入我的耳里，只希望你能下不停。我假唱，我假唱的。假唱，我杀了。别数，先别数，你怎么跟我假玩？你们跟我假玩是吧？第二个是的精神奶茶，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，还没亲眼见过哈呀。七月得上旬来，你得上半个月来，不然我们就没有公演了。只希望雨能下不停。刚完了，游戏花了十个体力进入剧情。月底吧，月底就去，月底要去。那之后还能再花十个体力吗？不是，还得再花十个体力吗？真气到我了。反正去20多号应该是不要去。好哦，那就可以，以后可以尝试哦。恢复完了，哎，我确实我好像确实刚刚就该下播了，那我播到15或者20，5月还是6月，7月我们去上海，七月月底。7月底，48，不行，今天不是我在宿舍直播，我要让位，我不能独占那么久。对，我拖了好几次了。广州，我跟广州无缘。但我那个什么，我给你们透一透，我的作品展演应该是在6月下旬左右，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。我提前告诉你们一点点。我都应该是6月下旬左右是我的作品展演。别赶上期末考试，不是你不知道吧？当时就是我抽签就抽到那天了。你17考，那是在17以后，那倒是在17号以后。但是确实在17号以后，不倒闭你就在北京。行，你要出国啊？你真要出国？今天申公也在，对，年底吧应该会在。我先喊一下。
今年圣诞应该会在年底左右。现在你就去上海，你常住，你去住在上海吗？假的，哦，欺骗我的感情，那不会，狗爸还能再苟好多年，公司还倒不了。哎，这怎么自动给我播了别的？放点春泥，李晨最爱的春泥。你住，那你住他家可以？嗯，很久远，因为就是我算了一下，就是青春盛典结束后答谢啊、中秋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估计排期就是排到年底了，能排期也是排到年底了。去上海很开心，如果你在上海的话，你会觉得在北来北京很开心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那种感觉。你记住在他家，对 ，dog 八非常坚强。那你又说，反正只能是在青春盛典之后。去年是黄毛，特不开心。我哎，我都行，我出去玩我都挺开心的。这玩十月哦，你不知道了，因为他也不告诉我排期。我觉得排期的话，可能就是得青春盛典结束那会儿，然后跟我们说吧。还在。你什么时候？你待到什么时候呀？偷渡会，哦，我知道了。阳间的话，那就是公司安排嘛。那谁知道他们退的差不多了？你看挺多呀，你看挺多呀，我都没发现。待到你短暂的爱上，那希望你的短暂的爱能长久一点。对，突然暴露，坐地铁30分钟哦。对，新剧场离地铁就会近一点，而且如果是生日场、舞场的话，就能赶地铁。你看都没错，让我看看。我的那个今天那个签名的那个我也有一张，我也有一张那个望远镜。我真的很喜欢望远镜。王子的那个饼干封面多少不知道啊，这张估计要五了。这张应该是签名的，他应该会拿去竞价吧。其实那三张只有一张不太好看，我觉得脸有点歪，其实别的还挺好看的。但是我的猫癣还是很不对，我的猫癣兼水那个湿疹还是挺明显的。哦，海峡冻没去，没有啊，海不知道，那就无了。如果长了，那里有一家薯教煮火锅，老好吃了，那应该无了。留在春的泥土里，最丑的三张，我觉得这三张就是最丑的三张，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进。我其实确实觉得他是最丑的三张。我的智齿长出来了，好痛啊！只是我签完发现还有一张不太好看的，显得我有点壮，显得我有点胖。这张我也觉得不太好看，有点后悔。他不放出来进，为什么？下雪看腿吗？你对我的腿吗好执着啊！呀，这样吧。你的青春盛典奖励就是我的一根腿吗？这时候就来看，好，你别不来。他为什么不放出来啊？不知道哪去。这时候得来。哦，这周可是我们真的圣诞，你怎么能不来呢？你的鼻毛。
小粉丝可以有奖励吗？给你一个手盲。然后一个青春盛典结束，然后我毛囊炎了。拔毛拔的。没有听懂吗？确实我啥也没有。这是一场悠闲的公演，可以亲手。你还想挑一根是吧？真的很珍珠生长。好热，到时候我都不用脱毛了，拔完了，但又可以了。哦，我一会儿中文那个 ，unit 换换，要换的话我就去学一下渊的渊，我就不换的话我就不学。不是，我就学一下我渊的一号位。如果换的话，我就不学了。重生计划，那什么，就跳个爱的魔法，更悠闲了。那跳爱的魔法我得换了，吃鸭舌，好吃吗？是什么味道呀？真的，啊，你有点太过变态了。你不要进个超威，你进个超威，然后你在英国看是吧？这是我的小群量身打造。那我现在不是爱的魔法了，我想给甜辣。我觉得你这都可以做个酱。可以做个企业好，这周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也没啥事。你去，都是又多一个英国，我又多一个英国粉丝。也他以前就这么干，那现在怎么不这么干呢？包个影院看，冷哼了一声，因为我没觉得你在夸我，谁叫你？怎么全是英国，给我一包。好，我特地要的两个小贴贴，但是有点不对称。姐姐努力了，但她真不对称，这个头发有点。对，好多英国。爱丁堡，然后吃火锅了。一会儿炸豆腐吃。北京，那我是山顶洞人。脸谱吗？啊，那你们能不能自己带火锅底料自己去煮，或者自己炒什么的？那就会很受欢迎。我没钱，老贵了。吃啥有床？确实，大城市。那你们都是大城市人，只有我不是很大，好惨啊！我要下了，但是我到点了，我到二十了。英国中餐没有不吃，英国有没有斯巴？我昆明的，谢谢女王的牌，谢骗子牌，谢康的牌，对，我是云南的。对，耶、yeah, ，我就是，对，就是刚好到时间。谢猫的爬，谢豆豆的爬，拜拜拜拜，谢姐姐的爬，拜拜。有款的王子饼干，不知道哎。谢乔醒的，拜拜高级马卡龙，我今天拜拜，我都是心情愉悦的，拜拜的，拜拜拜拜，谢谢你，祝你今天晚上睡得早早的。谢裤子的爬，拜拜拜拜，晚安。谢谢洞洞的爬棒，说来，没关系，之后还有，拜拜。